些事，欢迎收看 Music 那些事。哇，太冷音了，好不好？哎、欸，什么时候突然开始的、啊？对啊，好奇怪哦、喔。我们刚刚都没有听到导播说三二一耶。其实我听到，我很紧张、欸。真的假的？那是我耳机没有声音，是不是？耳机今天也没有声音啊。对，就是要因我们啊。哇塞，真的没有声音，真的没有声音，我没有在唬，不唬，真的没声音。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是不需要，就是有导播跟我们讲话的。真的假的？拜喽。反正你平常也在听导播讲话，都是我在听导播讲话、啊。对，我平常也没有在理导，平常也没有在理导播的。搞什么鬼？好，刚刚有人聊天室在开始之前，我们就看到有聊天室里面的人说，那个何美要加油，要加油，跟他屁事哦、喔！今天是我哎、欸，我回来了，强势回归哎、欸，好玩吗？好玩吗？是还蛮好玩的。听说你大去脱衣酒吧，是不是？你说什么？我爸去脱衣酒吧？我说你大去玩，你不要攻击我爸，我爸还没讲你的事情哦、喔。我说你大有没有大去脱衣酒吧玩啊？我没有去脱衣酒吧，但是我去百老汇，我就是看了三出那个。Broadway， 我看了那个，你是不是不想知道？我想知道，我好想知道这个事情。我看了那个《Wicked》《Kinky Boots》跟那个还有一出哦，《Waitress》《Waitress》是最新，然后三出我们位置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都专挑那种，不是我一生可能就去纽约这一次，就一次而已。然后我去看 Broadway， 我当然要挑一个好的位置，以免我自己遗憾呢、啊。啊，可是这样子没有中文翻译，听得懂吗？当然听得懂哈，那不是你去看音乐剧之前都要先做功课，不然真的很浪费钱。因为他们每一出都是很经典的，就是一年都演好几年，所以他们网络上一定会有详细的簡介啊，对啊，一定会有故事的流程啊，或者是你都开始看到哭，真假、哦？对啊，是看到哭啊，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表演者。对。不是，因为那个 Broadway 我们知道是就是基本上是世界上所有演员就是大家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所以说那可以说是最高的殿堂。然后我第一出去看的就是 Wicked， 那 Wicked 是现在目前百老汇最红的一出舞台剧，那里面呢其实都一定是最顶尖的演员。然后那天到现场去，就是光是开场啊，真的整体的氛围，然后还有演员的能量啊，跟现场的就是不管是就是。各种状况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欸、其实我耳机真的是没有声音，耳机没有，所以不用，我刚刚已经丢了。你看，导播就各种状况真的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是那大家真的是眼泪会流出来。如果你就是真心的是有认真在表演的话，所以像我这种很肤浅的人，就你会觉得我不行，就对了。不会，你应该也会哭。我一定会哭，我最近真的很感性，應該會哭，我很感性。其实虽然我就虽然你看起来就是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真实的那个认真的作用，但其实海产很认真。但是真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海产的眼神啊？我就去两个礼拜回来，我发现海产眼神变了。变得怎么样？他的眼神变得是很风流，觉得自己是一个浪子。风流，我那很风流。他以前的眼神比较诚恳，比较真挚，但真的这两个礼拜，反正他变得有一点。不晓得就长这样还敢呈现出一副万事不公的样子，凭什么？你眼睛会笑哦，小妞。用这种 old school 的大战词。哎呦，小姐一个人吗？听说你最近过得很糜烂。我要不要请你喝一杯？没有啊，我最近过得还。听说你夜生活这一个礼拜你过几天？我上礼拜的夜生活真的稍微多一点点。你过了几天？我上礼拜有五天生，血液里面都有一点点酒精。五天，那请问你把到几个妹子？我没有把妹，我不把妹的，我觉得我不把妹，所以是妹把你吗？是也不是妹把我，就是聊天交朋友。聊天，对就是交朋友。聊到什么程度？就是聊到就是谈心啊，最近怎么样？最近怎么样的？谈哪一种部分的心？就是真的是很心灵层面的，就是我最近啊遇到表演上的问题啊，或遇到学业上的问题啊，遇到熊盖蛋业绩上的问题啊，聊那么这么深入的那种。真的吗？所以就是他们有抚慰到你吗？有抚慰到我。那就是你跟那些女生有留下联络方式继续联络吗？有啊，还是会留下就是交换一下LINE。真的，所以只有讯息上的联络。讯你要问什么？没有，我是只有讯息上的讯息上联络啊，我们就是真的是朋友。文字上的联络，文字上的交流，心灵层面上的。那肢体上的呢？例如说，大家挥挥手啊，或者是一起出去吃吃饭啊。我刚以为你要问，或者是一起去 exercise。我刚以为你要问说有没有躺在别人的胸部上面之类的这种问题，这样我就没有了。那你有躺在别人的胸部上面吗？我还是挖洞给自己跳，我没有，我怎么可能？哦，所以你最近躺了几个女生的胸部？我最近没有，我算什么算啊？没有，你自己要问这个问题的。没有，我跟自嘲。你现在是很希望我不要回来？对，没，我很希望你回来。为什么？不是，其实因为你没有回来，我就必须要担当起这个节目的灵魂。那你为什么躺着？你会发现，就躺着，我们脸的比例有一点失衡。就是我脸开，好，我还坐着在。我因为我现在是个玩世不恭的。OK， 好，你现在好，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我现在是个玩世不恭的小帅哥。
没有，你这样就有一点自认不清，跟什么关系？你说你刚刚没讲完话，你继续讲下去，我等你，我等你。哦，我不要讲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你说什么？我觉得你回来我很快乐，哎，其实真的很快乐。为什么很快乐？毕竟我们是神雕侠，而且我跟你讲，我讲一个认真的。我前阵子去主持校园啊，然后有下面有那个说，下次可以你跟开水小姐一起来。真的假的？你谁说？在那个，我在那个是学生会会长这么说吗？不是，惠文高中的时候。惠文高中的谁这么说？我忘记他们說。不要光说不练，快来邀请我啊！可是你愿意跟我一起吗？只会说。我现在我是校园主持那个小鲜肉哎，最近。哎，你知道最近我经纪人有认真在问我说，如果找你跟海产一起出去主持，你愿不愿意？哎，校园很好玩。然后我就说，如果是校园场的话，那我就站在旁边为海产鼓掌就好。当然愿意啊，我要当薪水小偷。你少来，你决定要讲话的，你不可能只在旁边聊天。我要讲什么话？你一定要出来叫现场朋友尖叫声在哪边啊？这个就是你讲的啊。对，这个会。你有发现每次那种什么大型晚会之类，如果是男女主持人同时上话，一般女生就是在旁边字正腔圆的讲话，对，然后就是很优雅的鼓掌。我们欢迎下一组表演的艺人。让我们欢迎下一组表演的艺人。那我在尖叫声在哪边啊？对，然后就是之类的，就是这样钱太好赚了吧？哪里好赚？你以为讲话字正腔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你这字正腔圆好强哦！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你好强啊！我前一阵子才刚被我以前配音的那个厂商，他们说开水，我觉得你咬字真的跟以前差很多，就是你以前讲话就是非常的标准，但是你现在呢，你是不是网络工作接太多了呢？就是哇，还嫌你哎，嫌你网络工作接太多了。可是真的啦，就是我咬字越来越操灵呆，就是不会啊，我觉得还是很专业、就是。没有，那是因为你太弱了。哎、欸，刚刚其实我有带礼物来送给大家。哎、欸，真的假的？什么礼物啊？可以看吗？啊、有礼物吗？就是那个。啊、哦、有拿进来，拿进来，拿进来。其实我这次有从美国，我有想说我要、欸、太好了吧，我有要带什么礼物回来给大家。这好酷，哎、欸，好有心哦、喔！哇，你知道，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好笑。就是、然后我就说，拿来送节目应该不错，就看起来蛮有架势的。这个摆在棚里面很酷哎、欸。就这是一个非常巨型的那个 Hershey's， 然后呢，就是在因为在那个牛、就是在 Times Square 那边有那个 Hershey's 跟那个 MM 的那个旗舰店，然后我就想了很久，我就决定我要买这个，哎、欸，有点打不开。我帮你看，我帮你看。有点打不开，就是因为这真的非常大一个。然后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有收过一个这样的礼物。然后我本来觉得拿来送节目就很衬头，你不觉得有一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吗？但当我买回来之后，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当时我们吃的很狼狈，它真的就是这么大一个、欸，好香哦，这个真的好香哦。它里面不是很多小包装，它就是这么大一个，所以如果大家要吃的话，就是要一人一口吃，它会非常的恶心。但是这也代表我们整个节目水乳交融。哎、欸，这个真的是大一个大巧克力耶！哎、欸，那我美妆节目制作人露出了一个很为难的表情，他就这个要大家吃完会喷出来吧？对，就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型的。我们刚刚可以约来宾一起吃。然后大家如果要一起吃的话，就是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然后渐渐你会发现上面还好咬，但咬到下面会有一个很尴尬的过渡期，因为就上面会有很多人的口水跟齿印。然后那你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咬？不知从何咬起，可以用切的。你看摄影师的表情也很微妙，他想说我到底拿着什么份礼物回来？你是不是这么想？就是被我发现了。不过这礼物其实蛮，我觉得其实蛮酷的，只是它 不方便食而已，只是不实用，也不实吃。没有。我认真又想说要，本来我又想要买那个什么花生牛奶巧克力什么的，但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这么特殊。他说切开来，有网友说要切开来。对，可以切开啦。但这个现在切应该也吃不完了。不然我们等下可以就是，要不然下礼拜来一个分尸秀啊。哎，好啊，好啊，好啊，下礼拜吧。可是这个布丁会不会融化掉啊？应该不会吧，因为这种东西脂肪含量都很高，跟我一样。哪有你超瘦了，好吧？而且我最近看到你那个台长最近说，大家发现我瘦了吗？你不要烦啊！我看到你粉丝页的那个内容，我情商瘦了没？好啦，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听说上个礼拜你跟廖文强一直说我坏话、啊。哦，没有，他很屌，他很敢攻击你，我吓到了。我是没有看啦，但是他因为我最近又没有交集，他是攻击个屁、啊。他还记得就是说那个就是你之前有穿那个妙蛙种子的衣服，对，他来就说哇塞，这个女的怎么敢穿这种衣服啊？她不怕接不到工作吗？她也不想她是什么身材。我说哇，然后大家眼神就停住。然后他说怎么了吗？我觉得这种身材才敢穿妙蛙种子。然后我们大家都很讶异，说：“哎，哇塞，这个白痴，这个话只有他敢讲而已。”然后他说：“那个开水，搞不好他从美国回来会变成家庭号的，而且是两桶。”
他那个人是口无遮拦，就不用管他。难怪他现在其实工作也不多，就是一直跟大家一起合开演唱会。我也是觉得很困扰，但我也希望他工作可以顺利一点啊，不要一直跟大家猛开演唱会这么辛苦的赚钱了。啊，好呛哦！你们两个，只有你们两个可以这样呛。没有，我平常也是不会这样呛别人。真的假的？不会啊，怎么可能会？跟你们主持好刺激哦！真的假的？上火这样子。所以上礼拜让我想那一集，你们就是都单纯在攻击我就过去了，是不是？对。你没有想过和美的感受吗？没有，和美也会，而且和美很威，他不敢攻击你的。因为就是廖文强一直大攻击，然后因为我必须，因为他是廖文强是来宾，我必须配合廖文强。我就不认识何美，他怎么会攻击我？一般来讲，是不认识人攻击对方就是白目哦。可是谁敢攻击不认识的人？只有你敢攻击大天神，你又不认识大天神。口无遮拦，我也没办法。对，所以你到底上个礼拜躺了几个女生的胸部？我上个礼拜没有躺女生的胸部。那你上次跟女生热吻是什么时候？我上次跟女生热吻的时候，前天。屁啦！前天就是那女生现在跟你还有联系吗？我最近已经单身很久了。最近很久，很难过。两个月而已吧。对，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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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啦，还行啦，两个月。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故意每周一跟每周四晚上都有。对，礼拜六也有音乐节目啦，礼拜六。对对对，然后就礼拜六也有音乐节目，那就是有人会问说，会不会以后每周一到每周六晚上都有音乐节目？我慎重跟大家讲，不可能，有可能他会把我们一集再剪成上下集，对对，就上下集，礼拜一播上半部，礼拜六播上半部，然后三四五就这样分，因为基本上一到六都有音乐节目是不可能，因为音乐节目又没有什么人看，不会啊，现在很多人啊，单身。大概三小时，没有谁单身三小时。单身三小时哦。哇，还有人说不要诬赖廖文强，怎么可能诬赖他啦？你自己上看一个礼拜的就知道了。没有啊，廖文强就是一个小婊子、啊。我在看廖文强什么时候要拍那个影片，就说我告诉大家，你个姐妹呢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太好吃了。我看他什么时候要拍这样子的影片。好呛，我都不敢跟你们这样聊了。什么什么，就是互相伤害啊！我们这边互相伤害，大家互相伤害，好不好？对。不互相伤害，我们在这个圈子怎么活得下去？每天憋都憋死了。求进步，好不好？每天看着对方，想说这个人这么废，怎么还有办法赚得到钱？你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充满恶意的圈子。这个圈子好可怕，我踏不进。这样我们下礼拜要被老板娘亮红。对，我很紧张，我很紧张。没有没有，我们不会，我们开玩笑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平衡，然后我们就深爱着对方。真的，我爱你，你爱我，就是爱你爱到要杀死你，置你于死地，然后把你掐死，才能真正体会我对你的爱。这就是我对廖文强之间真挚的友情。其实真的好的才会这样子啊，如果真的不好的。所以文强啊，不要再嘴炮了，多花点时间在接工作上。这个蛮狠的，这个蛮狠的。好啦，如果接不到工作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节目里面已经有 donate 这个功能了。其实我一开始不太知道什么是 donate， 真的假的？我们节目 donate 是最后是往谁那里去、啊？往我们两个这里？不可能。我其实不知道，因为他说这是真的。那个谁，制作人说有 donate 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吃宵夜，一起唱歌。这个是 donate 食物的基金，是不是？对对对，就是 donate 食物的基金。那您刚刚自己先 donate？ 可以看一下，他说可以看什么图片，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教学，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图片教学，太复杂了吧？手机版的 donate 教学，按点选有一个。好，你告诉大家要怎么做。好啊，就点选一个金钱，下开启我们的 app 之后，点选右下角有一个金，左下角那边有一个金钱的符号，你可以指定点选指定的对象，然后接下来再登入 Facebook 账号之后填写赞助的资讯，还有就是说出现你订单的讯息，基本上就是使用欧付宝来做懂内，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赞助的话，可能要尽量使用那个欧付宝，那个也可以嘛，刷卡也可以，对不对？对，那欧付宝其实就是它就是一个平台，交易平台而已。然后接下来付款方式呢，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像 Visa 什么，就是你们进去那个页面里面都会有。那接下来送出订单资讯会告诉你成功与否，接下来就会跑出跑马灯。跑马灯，这有点像告诉大家哪里来的干爹，是不是？对啊，这样大家会想要这么就是欧付，然后成功之，对对对对，差不多就这样子嘛。对，然后这样呢？是指定节目是不是？不是指定主持人是不是？好险哦，不然等一下弄完大家都抖内给你，你又不请我吃宵夜了。不是，那一定指定给节目的啦。对啊，因为那基本上就是节目的那个，因为你知道我们节目就是经费比较短缺，对对对，所以你知道每个礼拜我们就嘴炮说要吃火锅啊，根本没办法吃，就是根本就没这件事，或者至少可以让我们便当好一点。希望赶快抖内救救。而且大家放心，就是你们抖内啦，如果没有确切反映在我们的便当上，我们是会老实跟大家讲。所以明明就上礼拜收到200块，为什么这礼拜便当还是一样是卤肉饭？对，明明上礼拜收到200块，然后这礼拜便当怎么还是这么难吃？这样我们就很认真在节目上跟大家反映，真的很认真的生气。网络节目我们是直播节目，就是根本导播制作人他们没有阻止我们的时间跟空间，就是我们没有阻止我们的时间，我们就会直接跟大家讲了。终于有声音了吗？现在
有，现在声音很大。那另外还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那个 Music 那些事，我们有粉丝团，基本上在 Facebook 上搜寻 Music 那些事，或者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MU4041，然后都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讯息。没错。那么另外呢，好，我们再看一下，因为今天的来宾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期待，真的很期待。OK，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来宾是四分位，好。他在我乐团界是其实算是大前辈，就其实应该是我们很多人就是从小到大的记忆，真的是他们是这样讲，应该没有冒犯人，没有冒犯，没有冒犯，因为他们算是真的是乐团界的一个翘楚，因为真的一个里程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四分位的名气就非常的大了，真的，所以我们都基本上从小听他们的歌长大，这件事情就是毋庸置疑的，毋庸置疑。然后所以这次可以看到他们就居然来上我们节目，其实也是蛮震惊，就哦。四分位来了，会很会。那其实有很多观众都相当的期待，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一件事。还好节目没有趁，还好他们不是趁我在美国的时候再来，这样我会有点愤怒，就后悔了，对不对？对。没有，你在美国的时候只有廖文强来，你最不想看到那个廖文强。那看来不怎么重要嘛，对啊。那来不来关我们什么事？他想来又怎么样吗？他不是就找来垫档的吗？对。怎样？我们不能互相憎恨，是不是？可以，你们真的很蛮狠的。对，好，那就是对，刚刚有人说就是分位，就是不用，没有，不用多余的介绍，有人讲无需多介绍了，他们真的是天团了，因为这就是一个相当经典的一组人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我许久不见的音乐消息。首先呢，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火红的部分，就是 Hebe， 他诠释了一个摇滚版的黑色柳丁。那么《梦想的声音》这个节目啊，邀请来素人演唱。那当他们演唱完之后，会随机邀请导师，就是现场来请教表演。那他们当场选歌表演。那这边呢 ，Hebe 他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准备了《黑色柳丁》这首歌曲，大获好评。让我们来看看。起床我就头痛，不管吃了几瓶药都没有用，心情有一些莫名的焦躁，你离我越远越好，外面的橘色的加州阳光，我却躲在自己孤独的黑洞，我只有一个小小要求，就是请正了吧，她真的不论几岁都是大家心中的女神，她真的是女神，而且她神圣的，对啊，我超可以的，你可以是不是？那你会希望可以倒在她的身体上？我的对她爱是那种偶像跟偶像，真的吗？哪天主持可以遇到她？那如果她说海产，你可不可以让我倒在你的身体上？可以啊，会怎么说？我说来吧，真的假的？对，我的身体就是你的了。好了，我们看下一则了，我们的林俊杰 JJ。唱哭全场哦！林俊杰在台上自弹自唱，重新诠释孙燕姿的怀念的温柔的嗓音，让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但他坦言，在上台前其实压力很大，他期盼要让音乐这件事情完完整整的表现出来。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哭。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为什么要对你的嘴啊？你让你看看他在外面的情况，你再一次，再一次。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哎，很适合你哎。你不唱完。我怀念的是成长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如果有一天我声音变成这样，麻烦把我杀了，谢谢。欸，我前几天啊，我自己听我自己唱歌，我唱回到过去，我自己把自己唱哭了。真的假的？你是被自己难听到哭了吗？不是，我讲认真的，我有在，因为我表演之前有唱一点，就是喝一点。喝一点酒，然后你就想到你最近被甩的事情，然后你就哭出来了。没有，我就没有想要被甩，我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真的吗？真的，我是很感性的。所以你晚上就是喝完酒之后，会随机倒在路人身上，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真的也是一种感性的人来，对对对。然后我就装醉倒在那边，嗯，没是怎么样啊？我都没有嘞。好啊，那最近我们知道，最近因为很多实力派的歌手不停的在翻唱别人的歌曲，都蔚为话题。那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 Hebe 跟林俊杰之外呢，当然不能忘记前一阵子呢引起了最大话题讨论的，就是阿妹她改编了她好朋友那英的歌曲《默》。那么这首歌曲呢是2015年《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那么阿妹呢改编过这首歌之后，完全展现了天后实力，仿佛是她自己的歌曲一样。让我们听听看。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真的是很厉害一件事，而且阿妹其实最近身材越来越好。对啊，恋爱中的女人，就她一直瘦下来，所以刚刚还想有个提议说，不然还是我们两个交往，看我们两个会不会瘦下来。会啊，我们现场聊个抖内三千，我们就舌吻。我们就是因为认真的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让自己劳民伤财的事情，然后所以就不停的瘦下来，每天都在懊悔跟痛苦。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只要看到对方的脸，我就想吐，就觉得恶心。哪会？你一回家就可以看到我说，宝贝，你回来喽。宝贝，你可以长高一点吗？宝贝，不行吧？宝贝，你可以再长帅一点吗？宝贝，你在刁难我是不是？宝贝，你唱歌声音可以好听。宝贝，没关系，我有医美的业配。宝贝，你那个钱可以多赚一点吗？我很认真在赚钱哎，OK 吧？真的假的？对啊。哦。我现在还在求大家抖内给我们。什么？没有抖内给节目啊？对啊，抖内给节目。好了，就是我们不会在一起。就胖死算了，胖死算了，啊、都吃那么胖了，下辈子都不想有这件事。那因为最近我去美国嘛，那其实美国在我们在美国选前的一天回来，因为当时其实、哦、真的假的现场所有人就是每个商不管是商店啊路人，大家对这件事都非常热烈。那很多商店其实他们其实很大胆，他们会直接贴出他们支持谁。那我发现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例如说在纽约，纽约其实看到支持希拉蕊的人感觉是比较多的。哦、真的、哦，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是在那个美国中部，所以算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其实乡下的地方，川普的其实支持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次大选刚刚结束，那虽然跌破大家的眼镜哦，最后是川普当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草根力量就在这时候出现，因为其实一般会在社会上真的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其实可能往往是我们看到可能是过得比较好，或者白领阶级等等，就是比较意见领袖等等人，但是可能会有更多潜藏在下面的族群，他们最后选择川普。那美国节目呢，选前他们有邀请演员来针对两个人的政策，分别用不同饶舌的方式来开辩论会。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还有林肯出现哦。Put up next to your emails. Our country's in crisis. Who wants to vote for the mother of ISIS? That might not be exactly true, but I don't do I like that. Only gonna talk about misogyny. Your bill's worse than Cosby. He left a mess on that dress like you left in Benghazi. If you wanna break the glass ceiling, Hillary, I sense it. The only crack you'll find is my ass pressed against it. The numbers are in it, I'm riding your tail. You don't have the stamina, baby, you're frail. This'll be just like a way when you fail. Trump will appoint you to jail. How do I say this? Year two. And you almost lost the primary to a socialist Jew. What are the American people gonna Yankee Doodle do? You're gonna throw your fat face at their just not dead into you. What a strong man.川普真的太狂了，他有多狂也大家都知道啦。但是其实我有很多在美国的朋友啊，他们都是很认真的说他们要回台湾或是要移民。他对他们很害怕。我有看到一则是他对前总统奥巴马讲的话，他说有什么感想？他说 You are fire。然后就讲完，他就一句话 You are fire， 然后大家就欢呼，我就好狂哦，这是什么？不过无论如何，虽然就是很多人很害怕川普的政策，当然也有很多人期待。那接下来就看，让我们看下去，美国后来会用怎么样的一个政策来进行不同的统治，来影响世界？因为这真的大家其实会蛮紧张的。对啊，搞不好更好啊，世界更和平。美金贬值，
也有关系。哎，真的，股票就跌。对对对，不行，无论如何，希望美金可以早一点涨回来。因为身为一个实况主，因为你还没换回来，是不是？不是，身为实况主，我们大部分的积蓄都是美金哦。你们是美金要换回来？对，我们配是用美金配的，那你要赶快收回来，你要美金可以快点涨值吗？拜托，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下一则，我们聊聊一下日本超强神人表演《你的名字》歌曲，主要在乌塔义主要都用在支持日本偶像粉丝在台下用舞蹈。对对对对对，然后日本知名的乌塔义团体也以你的名字中的 Red Wings 的前前世世进行舞蹈表演，你们看看吧，我不要再念英文了。你的名字，我也还没看过，我也还没看过，因为本来想看，然后就莫名其妙去美国两个礼拜就下档了，下档了还没吧？你有下档吗？还没还没，应该现在就不想看了，因为大家都看过，因为是动一方面动画其实本来对我来讲吸引力就比较低，然后我想看那个时间过去，我就想说哦，那过一阵子看第四台会不会出现好了？一定会，不然看那个中华电信 MOD 电影台会不会出现？你看那个 Facebook 开，搞不好之后人就分享了。其实好像听说早就有了啦，对不对？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可以去进电影院支持一下，还是可以看这本，因为感觉会不一样。林九不是也拍他的一个 cover 吗？你的名字，他写一个。真的吗？我没有很关心他，他不找我合作，我是不关心。对，怎样我们他最近找了一个女生合作，对，他就不找我啊，我其实不是很关心他的人生发生。他只想要你的就是手机游戏的礼物，对，他只想要我送他手游的虚宝，手游虚拟宝物。陈林九，你个小可爱，不敢骂。我刚以为你要骂什么？陈林九啊，跟廖文强的那个基，就是粉丝的那个基底差太多，我怕，我不骂。不敢得罪林九，我最爱林九，林九是我心中的男神，永远的音乐好伙伴，爱你哦。好，无论如何，就我们知道最近新垣结衣在《月薪娇妻》里面，就是他的那个娇妻舞，就是引起了广大的风潮，因为真的超级可爱。他在那部戏里面，甚至可爱到他比男主角大只这么多，你都不会在意。真的，因为男主角真的又窄又小，然后新垣结衣又比较高嘛，然后就是你就完全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因为就任何情况之下，你看到新垣结衣，你都会觉得心情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可爱魅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想先学习一下这日本大 hit 的超萌舞蹈，超级可爱。那玩跳怎么舞啊？哎，我们俩跳什么都不对。没有，我觉得手指舞蛮适合的。可是荣荡说要我们跟着跳一次。好啊，如果右下角有的话，我们会跳啊。我右下角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交往。哎，有，你好跳了。我觉得我好会跳哦，啾，怎么没了吧？这重播了吧？这重播了吧？哎，整我们啊！啊，跳两次，我手好酸哦。我们怎么跳都不像啊，这个剪出来一定会很难看的。
导播就是想要我们跳到一个可以剪的。如果要可以剪的话，那个荧幕应该要在右下角把海产挡起来。好，对，那也来不及了。哎、欸，我觉得这个舞蹈已经比我们以前跳过的任何舞都更简单了。哎、欸，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比罗志祥那个还简单。这个是可以练习的。对，就是那个是可以跳起来有点萌，有点可爱的。哎、欸，没错，我觉得这个练得起来的。练得起来好了，不然就还是我们找机会来来 cover 啊，好啊，来 cover 一下，没问题啊。真的假的？好啊，好要跟你是不是？没，那我们在这里拍哦、喔，我们在这里拍哦、喔。对，我要跟着你到天涯海角。我们在这里拍哦、喔。我们要拍很多景啊，因为我一直贴着。我们呢，我们就拍完，然后就拿来就是把廖文强的那个精华盖掉。好，所以以后只要想要播廖文强精华，就播那段，就放我们两个跳这个的舞。好，我们来练一下，我来练一下。然后我们衣服也准备好，好不好？好，衣服准备好来拍。哎、欸，你知道我们每周节目，导播就下礼拜拍。下礼拜可能我们就是下礼拜拍，下礼拜拍啊，还没练好，不用先上舞蹈课吗？对啊，他上什么舞蹈课啊？不用先请老师来教，是不是？这个应该自己学。喂，西小瓜哦，我们用到你的时候来了啦，可以来吗？西小瓜今天把我们教得很骚，对，西小都就这个舞台你在摸他胸部，就这样子，然后变成这样子，对。他就会什么东西一直伸他的舌头出来，然后一直伸。我会给他两巴掌，不行。有摄影师又露出很奇怪的表情。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工作人员都很常对我们两个感到绝望。小瓜他可以就对。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办不到？我们两个可以吧？你跳这支舞。还是你觉得我们就是会从很骚变成很骚？就骚。那骚也比较有机会哦。对对对。我觉得很骚是蛮有机会的啦，但不晓得，搞不好我们只是因为跳得太棒，然后就连电玩抱抱那个间奏都用我们。都用我们的，对，这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好了，不要做白日梦。好了，那么今天呢，就已经聊难很久没有跟大家完整的聊完那个音乐消息、欸，真的都聊不完。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真的是请到了很厉害的来宾哦，就是大家已经等很久，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四分位马上回来。